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下九路洋行路和德星路交界和上九路交界的地方。呢就今次呢就是要行一行德星路，全程德星路。那里就是上下九的步行街，之前我拍过的。前面呢度咧就系荔湾广场。咁由呢度开始咧，就呢一段咧就系、是、行得车嘅，上九路可以行车嘅。咁呢一段开始咧就系、是、步行街嚟嘅。咁而家有啲小雨，咁都见到咧步行街嗰边咧都有好多游客啊，咁样好多咩嘅。咁而家我哋行德星路。嗱，呢度就系德星路，德星路同洋口路咧就啱啱喺南边交接嘅，咁北边咧就同长寿东接嘅。而家我行紧德星路，由南向北行。呢度咧都有啲舊嘅建築嘅。呢度係德星路，我睇先。德星路六號、八號、十號、十二號、十四號，嗰邊係雙數。咁呢邊咧就係荔灣廣場，呢度就荔灣廣場，呢度一個公交站。有啲雨啊，有啲風。三住把车，嗱呢度十七路车嘅公交站，咁啊行翻过对面。呢度系德星路，嗱呢度上九路东街，呢度上九路东街，好细条一条巷，上九路东街。德星路呢条珠色全部啲珍珠。珠色服装配件啊，呢度一条珠光十色配件嘅专业街。呢度全部都系呢啲服飾配件，都係個專業家嚟嘅。德星路五十號係呢條好窄嘅巷，金色巷，金色巷好窄。係呢條，全部咧呢度咧全部都係啲珠飾巷。專業街嚟嘅，呢條德星路，前面呢條巷係冼家巷，冼家巷，呢條巷啊闊啲，冼家巷，繼續行，都係呢度啲。啲服飾，啲服飾房，批發嘅。成個城市呢度全部都係啲珠飾、木扣。这条巷，呢条巷啊叫玉咩？
用方行啊，系咪用方行一个遮住个字啊？望望添，系啊，用方行，榕树个榕，用方行，好长呢条呢条行，好长。呢啲细行全部都系啲古老行，啲旧行，全部都系麻石，系。喺度啲加工厂咁，就喺啲加工厂工场。而家落紧雨，啲细雨啦，咁啊都要担把遮嘅。德星行咧，德星路咧，系1924年，当时民国。政府咧就拆城墙开路嘅时候咧，就开始建嘅。咁系利用当时嘅长寿直街同埋德星里，咁咧就拓宽咗，咁就变成系德星路。啊，咁条路都唔系好阔嘅啫，德星路九头，咁啊几乎系。雙線都行到啊！一邊咧就佢係停車，一邊又行一條線嘅。咁有部車回一回都走唔到啦。對面就係荔灣廣場啦。嗰邊嗰個口就係荔灣廣場嘅東口。出去可能影得好啲，另一间食肆，伊鼎牛肉面，清真嘅，清真牛肉面。呢度一条巷，呢度叫咩巷先？睇唔到。佢叫咩行？小铺北啊，小铺北，小铺北。嗱，德星路咧就唔系好长嘅啫，咁啊，基本上就由上九路。開始一路到呢度咧就長壽東到，咁前面就係長壽東噶啦。呢個係德星路126號、128、130號。呢度1924年建路開始建路嘅。星路可以讲话系饰品珠饰一条专业街，咁但系基本上一半嘅，咁另一半德星路嘅西边咧，基本上就系荔湾广场占晒噶啦。嗱，呢度咧就系长寿东啦，呢度系长寿东路。好，今次嘅视频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谢各位，多谢晒。